各位同学，现在赶紧上班哈！好，大家先安静哈！各位同学，请安静哈！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。很高興今天又看到這麼多人來參加，尤其是少年的，我怎麼常常說這樣說啊，我本身是老老伙子說啊，就都客客的啊，哦，啊我怎麼說啊，看到這麼多少年的，因為少年的啊要來鬥三工啊，咱的台湾民政府以后要做的，因的时间较久啦。啊，因也足清楚，来上课了后，伊就具备咱公务人员的资格。足长的时间，要行，要替咱人民。啊，好的，咱爱会记哩，咱来阁看咱的主张，予大家阁了解一下，是安怎？咱上课的时，开幕式的时啊，拢会去讲到这个主张，这个主张就是。要讓大家真清楚，咱來這啊，攏是根據這個啊，咱的啊主張甲咱的立場。大家若無清楚，受訓了後，啊有的違背了咱的主張，安尼就毋好啊。所以我伫这个时阵要阁提出，大家阁了解一下。因为安怎？最近我去参加高雄州的啊政治局、事务局啊，甲地方啊的扩大会议，啊甲。台南啊，甲台中，有诶乡亲走来甲问，啊，所以讲，我甲讲，啊，你着高级班啊通过啊，啊，你搁电走过啊，啊，你拢无清楚，所以我伫遮特别要搁大家讲，咱一定爱了解讲，咱诶。啊，主张是啥物？这吼，咱的主张依照啥物？国际法，啊，甲台湾国际法，啊，咱的啊，日本天皇有这个台湾的所有权，美国啊有这个占领权，啊，美国这啊总统有责任依照国际公法，甲来实现咱台湾正常化。这两天。美国国务院阁安怎讲？伊讲对台湾啊的支持无改变。哎，这我要予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是安怎李登辉被会审？有这个代志啊无啊？美国也讲安怎？讲不可以，去想这个问题啊。是安怎？美国讲不可以。你若甲台湾汇成落去，台湾就倒闭吧。啊，你的土地不是你的，咱遮都讲得足清楚哦。啊，这个日本
龙有台湾所有权，啊，都唔是你个，你要去会审，所以到尾你离婚才讲安嘛，动审啦、啊。现在要有台湾县政府，啊，甲市议会，等于县政府的啊，迄、那个议员啦、啊。大家上网去看，看台湾省政府，看有啊无啊，迄、那个市议会有啊无啊，这都是事实啦。搁进一步去修落，阿扁啊，伊来要夺兵嘞。迄讲台湾共和国写申请书去联合国，寄去联合国安嘛？甲退订啦，拢无甲开，啥都甲退订。阿扁发个啥？讲要公道啊，有啊无啊？美国个讲安怎讲？讲白杀你啦，你是麻烦制造者，这大家唔知知无？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，第一届伊选到的时啊，足风光，伊去美国足风欢加欢迎的，对无？伊到尾来讲的申请联合国，要公道，美国啊都无欢迎啊，你是麻烦制造者，啊，阮这台湾就是阮吃的。啊！你买什么？啊！这土地也毋是你的。啊！你买讲什么道？恁台湾内底搁两种人。啊！咱两种人，大家知影嘛吼？内底有两种人嘛，第一就是啊，咱本土人啊，啊，一个就是。比如讲，政府遐大怪遐个人啦，所以这足清楚。咱来上这个课，咱家己拢会知，所以我这个甲大家复习一遍啦，予大家搁较清楚。吼、哦，要去甲人讲，讲这两个例，予人听就好啊。吼、哦。所以这就讲得出清楚。本来讲咱主张是啊，这个叫做遵守国际法、反腐国法、国际正义法、甲旧金山国际。哎，民进党一个大老粗，嘿，姚家武讲，我伫遮讲，我是要甲专。世界本土台湾人讲，姚嘉文伫教会甲咱讲，咱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。我要请问姚嘉文，跟台湾民政府跟他诈骗多少？请他告诉我们。阿伯，你讲一个学者。人格者乱讲，咱会使甲批判。过来，搁讲啥？讲旧金山河边钓鱼啊！伊就开始跳灯。好，讲旧金山河边钓鱼，旧金山河边钓鱼。那么久了，已经失效了。大家听了安怎？你大家想看卖？看伊甲因太太结婚，会结婚证书，结婚证书也蛮久了嘛，还有失效无？这就是啥？
导事实啦。哥，所以这我要给大家了解吼。啊，过来，有人敲门。啊，咱对福茂的看法安怎？我要吃，若要甲大家讲，咱是在足同情这个学生。我最过学生嘛，啊，我也是做老师嘛，拢在带学生嘛。迄阵啊，哦，讲咱爱捐款哦，啊，一日所得哦，一日下我捐款也上悬的呢。安尼有爱国无？哦，迄阵也足爱国，咱就知影。我即马当然。现在啊，若较少年的啊，我拜托你一件代志，较少年的善完，迄个叫做咱白宫啊，啊，咧联署啦，善完白宫的网站啊，去联署啦，即摆我伫国外的。本土台湾人，因咧办联署反对，哈、啊，这个叫做福茂啦。但是咱吃就是安那，咱的主张啊，是这个啊，咱的过来，咱的立场啦，无必使用国力啊，甲武力，啊，较早结束。啊，这联署咱也无使用国力甲武力啦。咱甲秘书长讲个，讲伊一日变一张纸尔，搁较你搁乖乖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咱少年呢去上完，哦，白宫在联署反腐嘛，你遐是咱学生，你也是足痛苦。伫遐，咱也甲赞声一下，甲斗答一下。啊，实际上。阿爸阿咱之前的时候，嘛一定无要尊称嘛，哦，啊，因为咱因吼第四点就讲伊咧，伊在即个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的事务啊，咱无要配合，无要合作，这跟咱的主张拢没有违背，所以讲有诶少年来甲问啦，讲我的看法安怎，啊，我甲大家讲。那伫外国有咧对台湾的代志关心，咱我会支持啦。但是咱的条件都爱符合到咱的，或者资金甲立场。那安尼，大家应该有清楚无？有、啊，感谢啦，因为大家。大家拢考级班的啊，所以我看了足欢喜。咱的同心有去穿服装啊，这是咱的服装啊。考级班的同学以后拢是咱的官员。是决策者，啊，甲做一个叫做计划者，甲实行者。你出去代表啊，民政府，所以大家就爱传一下吼。要去国外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去参加什么活动？那讲啊，爱穿服装哦，都爱穿鞋啦。哦，啊，都有人去穿啊，无啊，漫画，甲这个，啊，这个徽章。即，你若三五个拢穿同款，伫街路咧行，大家拢会看一个看一个。诶，啊，恁是什么单位啊？
你就达到广告的目的啊。伊唔知啊，啊，甲讲者哦，伊那直接受的啦。所以讲，高级班的同学，一定爱家己准备去传一次，哦，啊，就家己较清楚，哦，啊，了解这个情形啊，我要报答。但是在你必须另外甲别人甲别个。啊，我即摆来看我所准备的PowerPoint吼，我所准备的PowerPoint吼，啊，要来甲大家说明下咧吼。啊，这那叫PowerPoint，感谢大家，因为大家拢来参加咱的成功，我客气，吼、哦。我要予大家看，高级班的同学。你准备服装来参加考试，你看，这是不是服装足整齐的？这大家拢记无完嘞。啊，服装足整齐，大家做咧考试，考试啊。军绣呢？军绣是啥物？大家爱去了解，咱全台湾。分五十分手，咱要扣一百五十个，先要派出三个人拢做啊分手的委员，慢慢啊才来选一个做分手，啊其他来做副分手，咱所以要考试通过一百。五十个，咱即摆再来看，这就是统计表，咱会要予大家看一个统计表。有诶讲，哦，安尼，叫伊讲足好考咧，咱是非题八十题，选择题一百。啊，二十条，拢总两百条，考两点钟啦。第一届来报考的啊，是第二九个啦。第二届过来考的，八十九、二十三。第三摆一百二十四，变啊二五。第四摆两百零四，三十六。啊，第五摆。一百十二，啊，二十九。哎，这大家想看卖，是毋是比考大学较歹考？是毋是安尼？有诶考四摆安尼，啊有诶考五摆安尼，啊。其实你讲无要紧啊，你来考较一摆拢无要紧。会来考过他，互你食一顿饭免钱嘞，啊也无爱报名费啊。希望大家要为咱台湾的以后的子孙较幸福的，啊大家爱读这本啊《新台湾论》。第六次是四月初五，要来考的，大家拢有资格啊！你服装穿的，啊下晡两啊一般啊，即摆可能是四点考到四点吼，考到六点，啊考了食一顿饭，啊才转去。安尼大家有欢喜啊无啊？希望大家拢来考，咱考过发一个证书，证书考试及格。这较早以前吼，
刘邦政府来啊嘛嘞，哦，你要做官哦，你要做地方官哦，要做议员哦，先来考试院来上毕业证书来审查，鬼叫发一个讲啊，审查合格啊，讲啊，你会使做县长，还是做啊市议员、或县议员、国会议员，拢爱有这个。程序规则呢？咱即马是讲，大家我去办过啊，恁就有这个资格。咱确定啊，只放一片山地，哦，放一片山地，这可能我有会看过啦吼、哦。啊，因为我有请假两礼拜嘛吼、哦，啊，说不定无一定有个人有上过。初级班诶诶，闭幕式吼，啊，外地吼，啊，咱我搁复习一下，搁看一摆，三日诶代志。我即摆是讲咧拜托讲四月初五啊，大家过来考。迄考场啊，200几个咧，啊，长啊，长来电招你大家看到无？偌济人啊？400几个呢，真正，咱较早的那段吼，上大的吼，考200几个啦。啊，秘书长，伊目，伊足聪明啊，啊，我，迄个目测足好嘞啦。卡卡，即摆我400几个可以容纳啦。啊，这东西，爱予大家知。啊，秘书长也甲咱讲。再去有讲，我阁补充一下啦吼，因为我是无啥讲啊，但是我鼓吹大家来考吼，选择题先做，做了再来做是非题，是安怎安尼讲？因为律师定因这边才会问题吼，头前甲你讲对，后壁甲你讲唔对，啊到底是对啊唔对？头前拢对嘛，看哎、欸、对嘛，啊后边才甲你讲一个唔对，啊你叫头前对，后、哦、啊就对，佫看第二摆，佫看落，伊是伫爱讲咱遐个智慧题个时间啦、啊，看上久，看一遍，看两遍，看三遍，啊时间无啊啦。选择题拢有正确答案，看一遍，啊若是三，啊就三嘛。选择题很确定有答案，所以说你赶快把选择题都选好，顺下来看是非题。是非题有陷阱，我出过国考的选题委员，国联考试专业考试的选题委员。我去共人出来题，我出来，我搁甲改。那伊我安尼讲，秘书长安尼讲讲，一个同事嘛传查某囝来啊，讲哎，啊，阮查某囝考试啊，高中考试啊，见考见过啊，讲来考本试考3摆啊，这都是啊，因为迄阵啊。我咧选题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嘛，袂使前后矛盾嘛，吼、哦，啊，秘书长因这问题拢会有前后矛盾，所以选择题你要看的时啊，你都爱考虑这些。那讲举一个例啊，头啊讲，哦，咱是依照吼、哦、啊，国际法啊。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吼、哦，咱诶台湾的地位啊，吼、哦、是美军占领，啊，所有权在啊日本，这样对不对？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安尼你来考拢会对啦。安尼你大家清楚无？头拢甲你讲对啊，尾啊则，互你
食啊！你讲日本，日本是到底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政府？伊不爱甲你讲啊，要互你讲对啊对啊。咧，大家来考有信心啊无啊？咧，可能大家都来报名啦。好，这是考前吼。猜题啦，咱即摆卖问吼，若真正要问我八啊万三几分钟啊，互大家问卖吼，你吼，安尼啦吼。好，咱即摆先看咱的下做即个准备的 PowerPoint 要甲大家讲吼。今年啊，十二月。二一啊，好二十去啊，要搁来遮啦。我去三年啊啦，希望若要去的，服装准备一下。啊，到时讲报名，你大家拢有钱个。吼、哦，这予大家看一下吼。搁、哦、来，搁斗阵来。这是我咧讲是啥？大家咧写历史啦。你有要去创造自己的历史无？啊，就是来参加这啦。咱这支旗啊，三年拢入去呢。这支旗啊，三年拢入去呢。啊，这还有啥有啊？这是第二车的。哦。买单哦，我较贵的话，甲秘书长哦，我若讲，今我吃啊，少。了，阿伯问一番，留留五分钟，才予大家来问下好，吼、哦，来过来。这个大家思考看嘛，吼、哦，请大家思考看嘛。三年来，这个机啊，拢足顺利，三年以内。啊！日本防空飞机去，爱两个检查哨，带东西啊嘞，含日本机啊也做伙，拢你别拢去安尼啦，我拢去安尼啦，安尼，啊也入去，啊，这就要甲大家讲。其他的机啊，你去看卖，看这个照片，有其他的机啊无？无啦，拢无啦。啊，今年啊，啊足趣味的啦。我伫网站上有看，一个叫做民进党的一个人，一支部伫遐入去，去啊，伊啊。牵出来，家己翕一个相片，哎，民进党这机啊，入去啊，一支机啊，要插入去啊，咱几百支安尼压入，到处都是。第二啊，因遐的报社吼，会造假，安怎造假嘞？把咱的机啊，这拢甲插红的啦，这拢机啊拢甲插红的啦。这粒因的机啊，会红的较较细粒啦。啊，咱这拢较擦红的啦，咱这个较比伊较大粒啦。规粒拢红的啊，规粒拢擦红的啊。因这较细粒，啊擦的未擦。伊若想无呢，伊报社外口的人啊想无，伊那特别甲擦，拢甲擦红。讲哪有奇怪，哪有别个鱼也会变入来吃？所以安尼恁想就知影。现在要甲大家讲，头前讲的这个，你去甲请你的亲戚朋友讲，就安尼。伊若唔听，都甲讲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个相信无？啊！若唔相信，你解讲啊，真正。
哦，即个吼，哦，大家去思考一下问题啦吼。啊，过来哦，啊，当然，这个呀，咱今仔日有一个日本人来，我摕这个照片互看，诶，日本人的学者来啊，大家有甲在盖见面嘛？我摕这张相片互看。伊讲，伊知影这个代志啊，但是伊是天皇是无啥要见伊啦，啊，着美国安排，好啊，见伊啦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讲这是事实的代志。我要问大家吼，这个问题，哪会？去甲天皇讲，因中国经济过得较好啊，即摆有钱要来买台湾，哪会安尼讲法？大家想看卖，这就是啥物？台湾是都毋是中国用嘛？对吧？日本天皇用。啊！即马加讲，唔敢啦。即马讲台湾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啦。因足清楚啊啦，要走去买台湾，用战争的拢无法度摕台湾啦。安尼就足清楚啊。哦，啊，这就予大家知影吼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例子吼，我迄阵啊，我就要讲啊，若有上过我的课，我就要讲啊，讲什么？嘿，因讲因阿爸因若要民做民政府啦，要用一支啦，啊，一支都无法度好拿出来，你若讲讲因阿爸话要做民政府，要用一支啦。在干那些小鸡呢？这不是我胡白讲嘛？这拢给大家比较，给大家看。哦，啊那爱这的 PowerPoint 哦，有带随身带来哦，啊，拢去遐看，转去放给你亲戚朋友看。互伊了解，叫伊来上课，叫伊来请身份证，伊就是革命什么？革命什么？啊，安尼大家做清楚，哦，革命先行者，咱免惊前惊都去甲讲，咱是要甲去甲美军提正款。无要甲啊流氓政府去遐抢政权。哦，过来，啊，这可能大家我有看过嘛吼。啊，因战他老早就结束啊，吼、哦。因为报纸，迄个讲因的首都伫呾，南京嘛吼，这也足清楚嘛，啊都。啊！因为可能你若根据的
初级班呢，诶，同学啊，就无看到，多啊两届，初级班就无看到。再来放一个三 D 的影片，好、哦、啊，互大家看下，啊，再来解释一下，来。宣传单到底广告，透过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那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用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公告营，所以还有这个旗帜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对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，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？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？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，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。我即摆要甲大家讲，我感谢三立来甲咱采访。啊！只甲你放一摆尔啦，唔敢阁放落去啊！啊，要阁甲大家讲，伊甲咱讲咱即张钱嘛，家己制造啦。我谴责三立，咱这是美国制造，美国制造什么新闻点啊？晶片吼。晶片大家爱认得我清楚哦，咱这是晶片的哦，不是有的人无晶片的咧，迄无迄人是晶片的，迄个无影无晶片，所以要予大家讲，这是晶片的，吼、哦，大家叫大家来听，爱甲伊讲，咱这是晶片的，这张后回，伊个。期待足方便足好用，吼、哦！嘿，唔好去予人乌白讲去穿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叫做我写写写啊，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啊，伊迄无晶片，吼、哦，无晶片的，迄就去予骗去啊！爱记哩吼，这台爱记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讲到这吼、哦，你搁安尼做代志，你搁安尼做代志，拢事先安排啦。伊若美军入来，讲啊无恁都流亡政府吼、哦，你爱等下恁爹啦，你若要去金门妈祖，就转去啦。啊无就安怎？你搁啊？去两岸海上航运有一条线和
东部线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，今天上午举行试航，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。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五个小时以内。天才带跟热闹的古筝中，航行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进入通航满周年，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，海峡号的第十万名旅客。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，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，因为随后他将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。人到情况，这是我们盼望的，希望能够这个时间的开通，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。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，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，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。根据业者计算，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，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，再转陆路运输，总计5个小时，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。越来越便捷的交通，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。台北新闻李宏、庄志伟。福建采访报道，安尼有清楚无？有，拢计划好啊，啊要转去，啊拢穿好啊，啊大家还唔相信？哈哈哈哈哈！真正嘛吼，啊都唔相信啊，啊唔相信就讲叫伊上网去啦，啊那。都不相信那些人不犯错啊！你不服气啦，对不对啊？现在你来这办这个身份证，这就是讲，这就是讲服气啦，才会得一张啦。不服气的人，得不到一张。好。啊，因为时间上我足短嘞，我看，我安尼好无？金门测这个新闻有看过，也出者好无？拢无啊！来放在金门测这，啊，咱就诶，最后一两个问题，啊，就来结束。好来，金门测这。金门先生话题，媒体报道。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，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啊不成熟，我们开放大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。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，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的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存可以完全替代的，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，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洲电视陈文模陈真，台湾。哦，安尼，大家有清楚无？因为他拄啊特别问啊，吼，可以问提个问题，啊，其他个吼。啊，下课了后，你要来打门，我才讲。啊，伊，你唔知这咩，这问题啥物吼？老师，刚刚您说那个什么考据所了有没有？你说要150个人嘛？可是刚刚那个人数，我刚刚算的时候，剩下8个人了。那是不是8个人满了就不考了？你再把它啊那个照片，你加起来是142个。
好，142颗。对，我们快达到这个门槛了，那请坐好。但是，为客地为难啊，伊无爱去做进所，伊搁去做事务局啦，伊要做行政，迄、那个做中央部会的官员啦，伊无爱去做地方的县长啦，安尼你毋知听有无？啊，所以这个是资格。不一定说你考上我就跟你派任了，你要考起来，你有这个资格，你来参加进所的点招，点招了完了以后回去啊，州里面由州长啊，你在哪里啊，再派遣，是这个意思啦，这样大家清楚吗？这个是资格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有机会咧，互恁资格，哪会无爱去考啦？啊，免钱啊，干咧叫你看尔。啊，这若是你的条件，你讲我对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咱新台湾论，看得啊都知道，啊我也通过，这个是资格呢。哦，啊，你要去，到时有一个选择嘛。哦，你莫讲你无啥物选择，你若是啊，都要参加迄个政治局啊、甲书记，但是你都无资格、无考、无过，你要来做县长的话，类似县长的话，歹势，你无到资格。安尼大家清楚啊嘛吼，啊，因为个时间上啊，偷懒照这要一分钟嘛。啊！我上尾啊，拜托大家，搁认真一下，搁斗三工一下，咱足紧就要出席。啊，要求两点啊，介绍较少年的来上课，搁来介绍周边的好朋友来签金片。哦，唔好去用骗去吼，晶片的啊，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啊，这都是依照咱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发。咱要成立这个啊，签这个要发这个身份证的时啊，美国甲咱讲，你一定要完成台湾迄个怎权利啊。公民权利法案，咱一步一步拢在做，所以等于是今日庇护室的各位家拢介绍予你的朋友，安尼好啊，好啊，啊，感恩啊。